下班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接你下班。哼，这么好。我们去逛超市吧。嗯，走吧。你还要吃点什么？什么都行。哈，这个那是我的最爱。 有我这个大厨在，你还吃这么不健康的东西？你又不能天天给我煮。如果你不是天天吃大餐的话，我每天都做给你吃。真的假的？你说的。当然了。你真好。哼。那我们再去买点什么呢？哎，家里油盐酱醋还有的吧？
哎，方梅。啊？周末有空吗？怎么了？如果没事的话，我想约你去爬山。爬山？嗯，你这脚现在可爬不了山。我又不是小姑娘，那天晚上就没事了。原来你是故意的，你枉我给你拿药的时候担惊受怕的。全靠了你的药，否则我好不了那么快，真的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周末我们一起去爬山。顺便给你买了点东西。以后啊，千万别再给我买东西了，我这什么都有，我会照顾自己。你会吗？当然了，我在澳大利亚生活那么多年。单身汉，你从来都不会照顾自己。哎，还弄得挺干净啊。哎，你今天怎么穿成这样啊？你准备干嘛呀？我约了朋友去爬山。女朋友吧？不是，公司的同事。同事？我才不信呢。谁呀？方梅，哎呀，我可听你爸爸说，他和俊明走得很近。我告诉你，别没事找事去招惹他，要出事的。姑，别听我爸瞎说，没那么严重，我们就是同事关系。哎，姑姑，你要喝水自己倒，我还得收拾东西啊。接电话呀，接电话呀，赶紧接呀。
梁心，你好久没来了。我的画廊最近啊，来了很多新的画家的作品，你好好看看。嗯。哥，你可是比领导都忙啊！我现在见你一面，真的要约很久哎。哎，我今天啊，还是托着梁心的福，才能见上你一面。哎，今天晚上要不要陪我一起回家吃个饭？爸唠叨你很久了，我烦都烦死了。也顺便带梁心回去见见爸啊。梁心，我们家可是你的超级粉丝呢。我不去。哎呀，哥，你别忘了，董事会爸可是出了不少力的。如果不是他的默许，这个董事会能开起来吗？哥，你烦不烦？你又来了，真是的。我接个电话。梁心，怎么，你喜欢这幅画？对了，嘉欣，俊明跟他的父亲关系真的很差吗？何止用差来形容啊，简直就是糟糕透顶了。他们上辈子都不知道是冤家还是仇家，这辈子做父子居然一见面就是吵架开火，我都受不了他们俩。嗯。哎，梁心，今天晚上你愿不愿意去我们家吃个饭呢？如果你要是说去啊，我哥他肯定不会 say no 的。可是我今天晚上有直播。有直播啊？哦，真是很不巧哎。哎，那我可不可以拜托你一件事啊？麻烦你帮我劝劝我哥，我真的很想他们父子俩的关系能够缓和一下，拜托你，可以吗？谢谢你，你真好，谢谢啊。嗯。你想说什么？直说吧。我记得大二那年寒假，我跟我父亲大吵了一架，具体什么事我也想不起来了。后来我赌气，就跟同学去外省玩，他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我。我当时觉得他特别无情。我就连跟他断绝父女关系的心都有。后来一个多月后回来了，我发现我父亲瘦了一大圈，我妈偷偷告诉我，原来我爸是被我气病了，在医院里躺了一个多月，整个人都瘦了一大圈，还不准我妈告诉我。后来过了很多天，我们还是一句话都不说。有一次在吃饭的时候，我爸突然给我夹了一口菜，我当时特别感动，忍不住都哭了，把他们都吓了一大跳。那个时候我好害怕，我害怕失去他们。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我想说，趁我们还活着的时候，应该好好珍惜身边的人。俊明，回去看看你父亲吧，他也一定很想见你。有些事应该学着去原谅。是你说的，活在当下，不要总沉溺在过去。我最近有点忙，所以一直没有打过来。我妈妈最近怎么样了？啊，最近还可以。不过你也知道，这个病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解决的。麻烦你，我能和我妈妈说几句话吗？好，没问题。等一下我再接她去吃饭。好。喂。妈妈，我是小双，听得见吗？你最近好不好啊？我一直挺忙的，也没打电话给你。你有没有想我？
时候，我们一起过去看你。你等我，你等我忙完这些事情，我去过来好好陪你。我就再也不离开你，每天都在你身边。我每天都在你身边陪你说话，好不好？主任，啊，哎，良心啊，什么事？我想好了。想好什么了？最近几期夜食呢，因为把食物还有人们的情感故事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得到了不错的效果。嗯，我想改革婚姻班主任，把美食融入进去，变成新的系列产品，你觉得怎么样？这个还真有点意思啊。最近这段时间呢，婚姻班主任的点击率一直很疲软，我也动过改革的念头。不如这样，今天做完节目，我们一起好好讨论一下这件事。走。你松开我，我跟你去。我了解你。慢点儿。我一松开，你又跑了。不会的，慢点儿。来，志敏，这个蔬菜很新鲜，尝一点吧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他常年在美国，他不习惯吃青菜的。哦，我厨房还炖了锅鸡汤，我去看看好了没有。俊敏啊，你难得回家吃饭，慢慢吃，陪你爸好好聊聊。早点抱孙子，你可不可以满足我这个愿望啊？嗯，这个合同的三项跟五项，你按照我说的修改之后，第一时间交给童总啊。三跟五项，好嘞，这个交给我就放心吧。哎，顾总，
顾总好。嗯，你好。顾总好。那方市长，我先拿合同去给童总签字。那顾总，我先走了。你就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？你想听我说什么呢？方梅，其实你说什么我都会相信的。那你为什么不肯相信那天我真的有事儿呢？我办公室有点事情，我先过去了。您的面，谢谢。不客气。好啊，不等我自己先偷吃上了。谁让你这么晚来？哎呀，这还真是一点都没变，跟上大学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嗯。哎，你又来，不会是为了要跟我缅怀一下大学时光吧？跟他说出来，不说的话对谁都不好。他不爱我，说什么也没用。女人的第六感，我觉得他爱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每次看我的眼神，我能感觉到，女人是很敏感的。顾大校草，放胆去追吧。你怎么了？你有事吗，顾总？你怎么突然变得像另外一个人？我记得我们在千岛湖的时候，我们……这是公司，我们谈个人的事情，您觉得合适吗？我不管，我就想知道答案。我答案你不知道吗？顾振宇，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。
我也希望你不要再自作多情。在千岛湖，我对你所做的一切，只不过是因为我不想欠你人情罢了。所以，我对你一直以来都是上下级关系，还有普通朋友关系。如果我做了什么令你误会，我十分抱歉。你不用抱歉。是我错了，顾总，那要没什么事，我就下班了。你在忙什么呢？哦，我给你准备的爱心早餐。哇，手艺不错嘛。坐。我来尝尝。哎，等一下，先喝一杯有乐果汁。哇，好好喝哦。这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贝里斯蛋糕，试一下。现在几点了？哦，九点半。九点半了，糟了，我公司里还有个会，我先走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早上必须吃早饭，不吃早饭对身体不好。吃一点。好吧。这个蛋糕热量太高了，我正在减肥哎。不吃了，不吃了。我走了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。天伦啊，嗯，你要玩到什么时候啊？今天这个，明天那个，你可不可以做一些正事？这样，我跟你爸也有个交代。还不是因为你嘛。哎，对了。咱们的新店什么时候才能落成？你把规划做好，把计划书写上来。首先，第一个地段最重要。地段好了，只要你觉得可以，我们就马上去拍。那就祝我们一拍即合。有了，有了！哎，快快快，快过来，快过来！哎呀，有鱼！真的有鱼！哎，快过来，过来！哦，好厉害啊！良心曲哥，你说我的这肚子可怎么办啊？周天伦这么不靠谱，难道我真的要把自己赔进去吗？难道你就真的没有动过心？
动心也不是爱，顶多也就是暧昧啊。哎，你怎么了？中药吗？没事。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哎呀，我没想到那个混蛋李浩啊，他只是一个公司的秘书嘛。真是土豪变屌丝。原来他是个秘书啊，那他的房子车子不会都是假的吧？只是一个小秘书而已啊，你觉得那些东西能是他的吗？我觉得李浩挺好的。哎呦，帅，对你又好。如果呢你喜欢他的话，差不多就得了。对呀，人家良心都已经原谅童俊明了，那能一样吗？一个是王子变青蛙，一个是青蛙变王子，落差好大。好吧，问题的关键呢是你还爱不爱他。不知道。良心，不是所有男人都是能替你挨刀子的那一个，大多数时候他们都是捅你刀子的那一个。好啊好啊，我们去新开的那家餐厅吃饭怎么样？哎，曲哥，我觉得特别好。这么巧啊。你谁啊？我认识你吗？你哪个部门的？不是不是，要不我们一起去吃个饭。哎，三姐，你刚才说那个餐厅很好啊，要不我们一起去。好啊好啊。好呀好呀。你认识他吗？不认识啊。啊，哎，出去了。好。哎，那我呢？你是不是叫周天伦？兄弟，我叫周天伦，这是误会。那你认不认识他？不认识。不认识？你认识他吗？你也不认识？认不认识他？我问你看仔细了。是他，就是他，大哥，我看到了，昨天他们两个在一起。误会，这绝对是误会。误会。误会都到他们床上了，啊！这酒吧里，这喝酒很正常吧？正常。这谁管谁的？给我打！我算你打！打！误会。让一下，让一下。怎么了？周天伦让人打了。哎，你不能进去！哎，来，过来。去打人！你没事吧？这还有打抱不平的呢。不管发生什么事儿，你们也不能打人啊！不能打人，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吗？他妈把我马子给睡了！你谁呀？他才是我的马子。他是你马子，那你他妈还睡我马子？找打吗？这不是打！不许动！你们要再这样，我就报警了。报警？有性格，我喜欢。给我一块打了，去死吧！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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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那边，那边，那边。站住！你们给我等着！周天伦，刚才那个女的是怎么回事啊？我又不认识她，误会一场。干嘛？吃醋啊？谁要吃醋啊？你应该感谢我，要不是我及时到场，你都被剁成肉酱了。是啊，没想到你是一个这么勇敢的人。我当时自己也没想到，哪儿来的勇气跟这么多人对峙。怎么样，还是很靠谱的吧？是啊，兄弟，还好女侠你及时赶到，要不然小弟我早就被剁成肉酱了。哎，我喂，你怎么下手这么狠呢？最近不知道有什么好看的大片啊，我们一块去电影院看看呗。好啊。
今天干嘛来这里吃饭？不是我要吃，是我肚子里的孩子要吃。你真的想好了？这可不是儿戏啊。是啊，那可是谋杀一个无辜的生命啊。小声点行不行？还有什么谋杀啊，不要说那么恐怖好不好？我这是在帮他结束他即将要面临的苦难人生。你真的不打算告诉周天伦？对啊，那可是孩子他爸，你昨天是没看见他那不靠谱的样子，他不配。琳达，我觉得你内心当中根本就不想打他这个孩子。怎么可能？难道我要做单亲妈妈吗？那我们还去不去啊，医院？让我再想想吧。你都想了一下午了。哎呀，这是人生大事，又不是随便丢一件衣服。好了好了，那你再想一会儿，我先出去一下。一会儿回来。哎，你好，请问你们老板在哪儿？你周老板今天没来。那你知道他家住哪儿？知道。谢谢。喂。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哎，今天又不是周末，你不用上班吗？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健身？都快出人命了！啊？怎么回事啊？琳达她怀了你的孩子啊，准备去堕胎了。啊？琳达，开门。你怎么来了？琳达。你是不是怀孕了？关你屁事！哎哎哎哎，是不是我的？你给我滚！琳达，你听我说，琳达，哎，琳达，琳达，疯了吧你！琳达，你必须要把这话给我说清楚。你肚子里面的孩子，是不是我的？有病！你给我说啊！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？我有知情权。你有什么权利知道？你是我老公吗？你是我男朋友吗？我有没有怀孕，孩子是不是你的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就连自己肚子里的孩子都不知道是谁。我是说，你就连自己肚子里的孩子也不知道是谁的是吗？啊，你给我滚！你给我滚！我决定明天把孩子去打了，你陪我一起去吧。